欢迎新闻 HD， 哈喽大家好，我是 Rock， 今天我们再来玩史莱姆牧场。这个今天的首要任务是去开那个琉璃沙漠，上次有一个史莱姆门我们没有开，还缺一个钥匙，正好琉璃沙漠有一个玄武胖胖史莱姆，我们还没有喂爆，喂爆他得个钥匙，正好把门打开，正好啊。然后我们先来做一下家务吧，是吧？这个家里面该喂的得喂上，然后结晶该收的得收上，我们在这吸上一点琉璃的，我也有70多个了，先去卖掉50个。然后我们火焰的这个得收上，火焰就连这个史莱姆带胶一起收了，省得待会儿区分不开。好，全部收上，然后再把史莱姆打出来。史莱姆，丢丢丢，一打出来他们肯定会往这边跑，是不是？他们应该往玩具这跑，对他们特别喜欢这个玩具，他们都往这个玩具这跳。这怎么有个绳子呢？这些绳子以前有吗？难道是我之前这么长时间都没注意到？我真的没注意到这有根绳子，好吧，好奇怪啊！哎，顺便再收两种这个。哎呀，我天，爆炸结晶！对，爆炸结晶，我想起来了，那个上次我们有一个地方，就是开了门之后有一个地方，我说那个史莱姆雕像里面有可能是放爆炸结晶，后来大家都留言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应该放琉璃结晶啊。这么一想的话，琉璃结晶跟爆炸结晶，从这个图案上来说还有点像。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带点琉璃结晶过去啊。玄武比较贵，那我得多喂点玄武是吧？这次我们去琉璃沙漠的时候再抓点玄武回来啊。好，然后这边肯定是满了，这不用想了，这帮人最能吃了。哎，居然没满，哇，出乎我的意料，那也卖一波吧。最近总是在这个琉璃沙漠转悠，没回来这个喂他们。好的，然后我们再去那个角落收一波啊。哎，说起来了，我们好久没采资源了。我那些机器都装在哪儿我都忘了，我看看，好久没采资源了，门口就有个机器，然后呢，电青矿场有两个机器，然后这个苔藓之地有两个机器，我得去收一波机器了，然后这个这是哪，那个远古遗迹还有两个机器，好，他都在这跳了好长时间了，是不是？来看你得什么，哎，这是那个深海盐水岩浆灰，耶。哦，难道这个机器真的是搁的时间越长，对这个品质越高？你看这次岩浆灰、深海盐水、螺旋蒸汽都是属于比较稀有的，会不会是放的时间越长品质越高？好，螺旋蒸汽打回去。好，深海盐水打回去，岩浆灰打回去。然后这里面我们还没去收一波呢。好，玄武这边收一波。哎，对啊，为那个玄武胖胖史莱姆，我们最好用这些。这个吉梨是吧，吉梨只要25个就可以喂饱了，所以我们收一点吉梨吧，暂时让他们缺点吃的也没关系。哇果然到处都是啊，你们要出去吗？你们，哎呀，玄武史莱姆我不要，然后吉梨我可以收一点，让开，我抢了他的吃的，他过来进攻我了，他说居然敢抢我的吃的。吉梨我可以再种一颗，对，我把这边这个胡萝卜换成吉梨的清除作物，然后打一个吉梨进去。好的，改种吉梨了，胡萝卜收了。好，那等我们出发之前再来吸几个啊。哇，芒果熟了，这我得是第一时间要考虑的事情啊。19、20，好，赶紧兑换，它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啊。好，我来兑换了啊，打上去。来，我一个菠萝果打地下去了。好，先菠萝果吸上来。好，果然还有一个20个，哎，又是19个，又是19个呢？现在只产出19个了，还是有一个已经消失了？香味柠檬来了，你们爱吃的，哇，他们菠萝果还没吃完呢。好，香味柠檬打进去。好的，菠萝果是不是给的有点太多了？我拿一点回来吧啊，菠萝果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这个都变成土了，哎，回去。对呀，他们吃不掉都变成土了。哦，我还想起来那个银色欧防风那边，我们没有给他弄那个营养土和水，是吧？好，欧防风，我忘了当初给他这个种上之后忘了买这些东西了。来洒水，吓人史莱姆啊！好，已经有几个成熟的了，先收一波。哦，这是两波了啊，看这个数量应该是两波了，应该有16个、17个。哦，赚了一个。好的，那我顺便把叶状结晶收回去。叶状结晶也不少了，收一波吧。然后蝉结结晶我觉得得收一波了。
好长时间没去卖过这个了。哇，47个，哎，为什么没自动吸进来啊？给我吸进来，吸进来，68个。哎，我一直说给他们混个种的，一直还没混呢啊。回头给他混一个啊，拿琉璃跟他混一个。哎，欧防风来啦！好，再吸一点，吸一点这个残结，然后吉离再去攒一点，我们就可以准备去了。嗯啊，不对，我说的要先收那些机器的是吧？哎呀，事儿好多呀。吉离先攒够吧，来吧。吉离攒够也没用，待会儿我要去哦，25个刚好，先存到仓库里。因为待会儿我要去收机器，所以身上得空出来。所以我先把吉离放在仓库里，放这一格。琉璃结晶先不卖掉了啊，我们先去让那个蝉结混种。好，蝉结史莱姆来混一个。吃了，哇，变成一朵彩色的花了，感觉啊！你赶紧，我再打给你们几个，再打几个，来就混吧，混吧，混吧，来，再来。好的，其实待会儿他们自己铲出来之后就自己混了啊，无所谓的。哦，小鸡你们多吃点啊，我再去帮他们收一点嘛。哦，这些我也得收啊，我这还有好多农作物呢，收上。哇，都变成土了，说明我收的就太晚了，有好多已经变成土了。好吧，只收到了16个，这边的甜心菜肯定也是这样，甜心菜肯定也变土了。然后小鸡，好，我抓一点过去。哇，这个老公鸡还在呢，我这个老公鸡能活多久啊？他会不会在这儿长命百岁啊？我观察他啊，看他会不会一直活在这儿。好，我抓了15只母鸡过来，喂给蝉结他们啊。直播吃鸡，我们这也算是直播吃鸡了。赶紧吃吧，来收，应该能收回这个蝉结来了，不是琉璃来了啊，收了2个琉璃过来。好，现在所有的都进化完了吗？哦，还有一个没进化的呢，赶紧呢，出来那个结晶你就赶紧吃啊，你们得进化呀。哎呦，我天，这什么情况？哦，它这个空中飘着这个亮点，如果掉下来就会爆炸，是不是？快掉下来我看看，是不是它造成的爆炸？怎么有点像那个火山喷发呢？琉璃沙漠的火山喷发啊！这个怎么没人吃了？这个小鸡啊，吃吧，尽情的吃吧。哎呀，我打一个进去得了。这个一直没转化，快转化！它怎么不转化呢？这个家伙不想变成这个蝉结琉璃史莱姆吗？哎，还有2个没转化呢。好吧，你们慢慢转着，我准备走了，我准备去。我这有好多方梅得收上，也变成土了好多。方梅收上。哎，对呀，我们下面那个养鸡场怎么样了？我刚才去弄欧防风，居然没看我们的养鸡场怎么样了呢？哎，还行吧，是吧？哇，这个公鸡也变成老公鸡了。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好吧，效果一般般啊，还是直接在这个茂林直接抓比较好。好，我们把他们爱吃的都给他们喂上啊。哦，卡鼠。哦，卡鼠喂到这里面去，然后甜心菜喂在这儿，然后方梅喂在这儿，方梅，然后哇，波哥果我种的有点太多了吧，到处都是波哥果呀，哇，40个，好吧，给你们一些吧。走，我们带着琉璃结晶去，哎呀，收机器啊，又忘了收机器了。好，我看地图啊，我应该先去收哪个？电晶矿场的这2个去收了吧，走，从这边过去。好，电晶矿场好久没来了，来了，我们的机器在，我们机器在哪儿啊？我们机器不在这个门这儿。哎，我这是放哪儿去了这个机器啊？我怎么放那儿去了呢？哦，我放到那个水晶那个地方去了。哦，好吧，好吧，好吧，我自己都忘了，我放到水晶那儿去了，走。我放在这个洞里了，哦，在这儿有一个，来，得了什么？这是一堆什么东西？太初油螺旋蒸汽，哎，还行吧啊，感觉上，应该还有一个在，也是在这附近吧，在下面，哦，在这儿，在这儿，好的，收上。哇，一堆的这个凝胶石啊，还有什么我收不起来的？这是电晶矿，那我应该留什么？电晶矿留在这儿吧啊，电晶矿好像，哇，这有好多小鸡啊，我拿不了了，我先走了。哇哇哇，卡尔，卡尔，不要在这为非作歹！加加加加加加加！
清空了吗？哦，对，这个还可以清那个他们打出来的这个水晶是吧？哇哇，那一片瞬间就没了。走，我们赶紧回去。好，把东西放下啊！哎呀，我怎么传送过来了？我要放下东西。好，放下东西。哎，我们最好看看能不能再做一个传送器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传送器，我看看啊。我得买新的颜色才行是吧？我们看来，传送科技灰色传送器、奶糖色传送器。哎呀，我喜欢这个奶糖色的。好，来购买一个3000块。然后我们看能不能造啊？奶糖色的需要什么造呢？哎呀，量子结晶和柔滑沙。柔滑沙可能需要在琉璃沙漠才能挖到吧？专家帮谱倒是可以有了。柔滑沙不会是帮谱抽出来的吧？沙子嘛，也有可能。啊，那我先带个帮谱去吧，带两个帮谱去。蜂房在，哎，其实挺方便的，就在这个门口。那我去一趟吧，走。就在这个门口啊，在这边，挺方便的。在这儿，来，哎，有蜂巢，蜂巢是好东西啊。蜂巢和蜂蜡，然后这个呢，哎，一样的东西啊，一样的东西。好，走回去。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去琉璃沙漠了啊！这边又掉下来了，先不管了，先去了，走。琉璃沙漠，我们带着这个琉璃结晶来的，其实也不用带，这边随处可以捡到啊。我们带着琉璃结晶来，然后去把哦那个在里面呢是吧？没带吉梨啊，那没带吉梨怎么喂胖胖史莱姆？好，25个就足够了。好，出发。好，我们又来了。对了，我有看一个这个 YouTube 上的实况主叫羽毛，他做的那个实况啊，他总结了48个可能出现镀金浆的地点。反正我是没记住多少，有印象的就是这些地方。嗯，像刚才我去看的那个地方，还有像是反正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是有可能出现镀金浆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多在这些边边角角这样转一转，运气好的话说不定真能看得见。不过48个他都能总结出来，确实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大家如果还不知道那些点在什么地方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羽毛的那个视频啊，他有介绍到。但是我应该不会运气这么好，一下就被我碰到吧？萝卜，具体哪些点我也没记住位置，大概就在这些角落里面，我们多转一转吧啊！没事就往角落里面飞一飞，比如说那个上面也有，那个高的地方也有。哎呀，卡尔出现了！哎，他不是会自动爆的吗？哦，他在绿洲才会爆是吧？我解救了一个这个玄武史莱姆。这边好像这里面会有一个，在这个上面。哦，对对，就是我拿宝藏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哇，这些地点都怎么总结出来的？真是太佩服了。好，那我们去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些事情先啊，先喂爆他，喂爆他，他就在上面呢，我得上去啊。好，我先飞到这上面。哎，我们顺便到这上面去看看吧，能不能碰到镀金浆？万一运气就是这么好呢？我到这个上面去，走，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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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踩着一棵树上来，好像踩着一棵树到这上面来，哪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哎呀，我迷糊了，我只记得这上面会有的。到这边来，这个不是这儿，完是哪来着？这面，这里面好像不是。好吧，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可能一下半下找不到的，所以我有可能得线下慢慢来找啊。今天我们还是先完成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到这边来了。哎，哦，这个后面好像有一个点的，就这儿。我上面还有个宝藏匣，我都没去拿，下次我们去拿了。好，先喂饱它。这个吉利你应该是爱吃的吧？哎，他为什么不吃呢？哦，吃了吃了，得从正面打给他。好，好，冒红心就说明是他爱吃的，25个就够了。快点爆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爆了！耶，钥匙拿上。好的，然后把这个摔一摔，摔一摔，吉利哇，瞬间去抢了他们。哎，我会不会摔出一个镀金浆来啊？没那么好运气。好。哎，不是还有个箱子吗？掉下去了吗？哎，刚才我记得还有一个箱子的。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宝藏匣吧，看看得什么。宝藏匣得什么呢？打开一下，
哇，盆栽仙人掌，一个蓝图，不错。然后这附近有没有点来着？哎呀，我实在记不住，48个，我实在是记不住，太多了。走，飞过来。哦，我想起来一个点，我想起来他提到的一个点是在这边这个小山洞里面有鸡窝的那个山洞里面有一个点，这个点，并没有，没有那么好运气了啊。然后我们去这个里面，马上就要到我们需要这个打史莱姆胶的地方了。这有个箱子，来把它收上。咚！哇，吉梨和一些小果子。这边还有个点，我来看一眼啊。我们可能真的需要记清楚之后，把这些点挨个看一遍才有可能找到。哇，这边吗？这边还有其他的点吗？好像没有了。这里面不是。走，我们去那个什么琉璃史莱姆雕像那个地方。好，我来了。我忘了攒能量了。我好险，还好能量还够。忘了攒能量了啊！哦，这后面还有一个点。这后面是在这附近。这附近吗？是不是这来着？哦，那个上面有一个点，我是记着的，我要飞过去看一下。了，走，攒满能量啊，不能有失误啊。走，我们过来了。好，这边在后面有一个，是不是？后面，是在这儿吗？哎，据说是有个小石头的，有一堆小石头的，或者还在那边，我过去看看啊。哦，在这儿有一个宝藏匣，但是我暂时开不了。这边呢？这边没有了。飞过来，这上面有个雕像，我能不能直接飞到上面去？啊，能不能让我飞上去？啊，上不去。我跳行不行？我也跳不动了。好，起飞，完，到了火山期间了。上，好，这上面有一个，让我站在这个墙头吧，让我站在上面，好，站在上面了，我们把它打进去啊。好的，点亮一个。好，这边还有，哇吼，在这儿，好，两个，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哎，还有哪来着？还有一个雕像，哦，在下面，我想起来了。上次我看到了，在下面，从这儿可以看到。哇，炸死我了！哦，放了两个就有两个已经亮了的是吧？哎，是在下面的，我记得。在这儿，我要飞下去，飞到那个位置。哎呀，过来聊。来，好的，全部点亮，圣水就在对面。走，飞过来，我们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吸到是吧？好，吸到了。我们赶紧去找那个需要浇灌的啊！从哪出去啊？哦，从这就可以出来啊！哦，好，快点加速！哎，上来！好的，我时间不多呀，这个远古水的时间。需要浇灌的在这儿有吗？这有一个浇灌，哇，我只浇灌成功了一个。哇，这边还有一个。好的，还有3秒，来不及了。哇，这看不清了，我别掉下去了。哇，好，又有2片绿洲，好像还有是吧？还有这个需要浇灌的，我先找好位置，然后再下去吸一波。哦，只有这两朵是吧？好，这附近只有这两朵。好，我们可以去开那个史莱姆门了啊。上次我来看地图啊，我记得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能直接从这儿过去吗？好像不可以啊。我们好像只能还是再绕一圈啊。好，我们走走看吧，先走走看，走，飞过去。至于镀金浆的位置，好像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点，我来看一眼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点，就这个地方，这个也有可能出现。走，好嘞。我得想起来啊，让我回忆起来都有哪些点。哇，到这儿我就完全彻底的不记得了，反正就是这些边边角角的这些石块这儿有可能会有。哦，这又有需要浇灌的是吧？史莱姆雕像在哪儿？哦，这是去那个山洞那儿了。
嗯，不是这条路线，不是这条路线啊。哦，这还有个点，据说是在就这些石头。哦，这个我开过了。我们要往这个上面走。我要迷路了吗？这个也是吗？这个看样子不像是需要打结晶的样子。哦，我来到这边了。然后那个门在什么位置来着？哦，这又有哎。哦，那上面有啊？不是，那不是雕像。这儿的雕像在哪儿？哇，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找的东西啊。嗯，我来看一下地图吧，大概是不是这个方向？哎，就是这个方向，从这个方向一直过去，然后好像在这儿那个门。走，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哦，一个禁区，我们是要穿过这个禁区的吧？绕在这上面来了，哇，这地方真的是好绕。这个不像是要打结晶的样子。好，到这儿了，然后往那边去是吧？大门在哪里？我来看看。M， 在我的左手边，往这边走。哦，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找到了。原来是在这儿。好，我们把这个门打开啊，使用钥匙，耶、yeah！好，又一扇门打开了。这后面会有什么新发现吗？嗯，这怎么有一团仙气啊？哦，这是什么？这个地方我没有浇灌绿洲就有这种感觉的。哇哦，哇哇哇，感觉不错啊，这地方。我自然就有一个这个屏障。哎，这是自然生成的绿洲吗？啊，这是我来过的地。这啊，这不是这个地方吗？啊，这个门开了之后就回来了。Oh no！ 我费尽心机开的门，原来是回到我来过的地方。这太伤心了吧！哦，就是跟这个通着的门，这个门我以前早就见过。我跑了一圈之后，又转回来了。这次没有到新区域，也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区域我们都已经解锁了呗。好吧，好吧，好吧，这个门算是白开了，浪费我一个钥匙。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还有几个没有浇灌的绿洲。然后就是找这个镀金浆是吧？镀金浆好难找的样子，我可能要线下多花好几个小时来找了。哎，我这两个凝胶石拿回去吧，上次拿不了，放在这儿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吧。这个线下我再来抓玄武史莱姆吧啊，抓回去之后让那个结晶更多一点，我们好早点把这个七 D 巨人物再继续升级啊。哎，这上面还有一个我没打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